来放保养品，在里面放了无印良品的分隔的盒子，这上面我就放了一个很大面的镜子，那这边就可以当做化妆台。然后呢，像这边我就是放一些比较高的保养品，这边都放得下。它这个滑轨有做一个缓冲的力量，它把它放进去的时候，它最后会慢慢合起来。这边就是放这个机上盒，置柜上面呢就很简单，放一个台灯，然后还有我的香氛机。这下面这边我就放一个小椅子，觉得颜色跟我的地板的颜色很搭，五金用得很好，所以拉的时候很顺手。整个支撑力很够，往下坐的时候它就会把屁股再撑回来。放所有我最喜欢的锅具，平底煎锅，一个比较小的汤锅是用来煮泡面之类的，粉红色的这个是很大的火锅的锅子，三个一组的这个白色锅子，它有两层都可以拉出来。去蒸东西的时候上面是不能放板子的，这样你上面的板子会被那水蒸气弄坏。也是有做那种缓冲滑轨，就会这样慢慢进去。这个抽屉呢，就可以放一些五谷杂粮啊、面啊、面粉啊什么之类的。这个一样也是有做那种慢慢收起来的。对，这桌子我有点喜欢，去把桌子变大变小。